每集当中收到真侪民众喜欢的喜来雅趣费车广单，今年要是第27号登场。即个配合着张北路农场扩大举办了黄色派对等等的游戏活动，吸引超过12000人次到场参加，场面是相当的热烈。而报名比赛48组队伍是竞赛非常的激烈。已经举办正伫第六届的西拉雅趣飞车活动，今年吸引了48组队伍报名参加。活动嘛伫27号登场，大家要伫主办单位所设计的跑道当中，用着家己做的车辆来通过各种的关卡比关卡。今年有几个重要的特色哈，除了程序往年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组队报名的基本数，不过我们今年的报名数有48队了，哦，比去年45队还有增加一点哈。我们把周边的一些产业哈，把它结合，大概今年有30几家的这样的一些产业呢，搭配我们这个趣味车的一个系列活动呢，把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多元化，把它提升出来。这次因为结合了祖玛奈农场，共同推出了黄色派对活动，邀请着黄色的衫，地当有相关园的优惠，所以也让农场内客满了参加的人潮，形成周边的道路出现塞车的情形，欢迎是相当的热烈。可能有一点是说，因为在交通的一个管制或分流上呢，也要做一些检讨之外，因为好像进来的人都一直陆续在塞车了。不过我们在这里面也是说，难得在祖玛奈每年一度的这样的趣味车活动呢，也受到广大的这个游客的一个向往跟赞许啊，都来亲自参加我们这个活动。那我们这个是标榜亲子旅游的一个活动，所以现场都可以看到全家大小这个大人大大小孩都来我们这里做一些趣味车的体验，以及跟选手来做加油。趣飞车的比赛内容比的不只是爱速度够紧，更是要大家发挥创意，所以伫咧现场会当看到各种造型的比赛车，也提出了票选的活动，后面将来选出家己喜欢的车辆，和活动是更加趣味，也成为了每一年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代表性活动。记者柯佳明带来区采访报道。